来，前面就直接跪下来了。阿弟，你的头前练练板，你看头前来跪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恭送，咱手部合同规个好嘞吼，咱手部合同来开始，咱恭送弥勒救苦真经哦，啊来开始念哦吼，啊是你要退改，还是会使吼？来，嘿，看头前来使，啊退改还是会使，好来，恭送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真经。Yeah.
后十下哦，来，来准备哦，一扣，再扣，三扣，四扣，五扣，六扣，七扣，八扣，九扣，十扣手，来，我们一起念哦。愿将此功德，愿将功德回向。回向。我们头低低，手放合拢，看你要回向给谁哈。然后心存感恩，然后也可以说声对不起，谢谢你，请你原谅我，我爱你。回做回向，你要回向的人哈。低头默念哈，快内心默念。好，我口起来，好，我们一起念哦。愿将此功德回向完了哈，我们开始愿生弥勒净土中，大家一起念来。愿生弥勒净土中，愿开遍界诸尊龙，即可不退无上道，在水无上下莲湖。好，现在可以随喜叩首，十叩首也可以哈。我们就随喜，现在我们就叩手，叩手，我们头低低的哈，自己就叩手起来了。好，停，好了，我们大家起立。好，我们坐椅哈，坐椅，鞠个躬，坐椅。然后读经回向给地主公，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开始呢，大家拜殿呢，我们待会就先前面这一排先把它刷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来送作弊班，然后恭送仙佛了哈，我们先把它排到两旁，好，或者直接拿回去，如果没有很长的时间，我们现在可以先把拜殿收起来一下，好。